大鱼，这鱼可够大的。今天的目标鱼呢是池鱼王，刺身界的网红。准备钓两条回家做刺身。别废话了，赶紧上来吧。哇，哎呀，不错，终于让我等来了。35，差不多。提竿刺鱼要速度和力度，一定要一击必中。哇，大鱼！我操，有劲儿！我操，我操！溜一溜，直接提吧，去啊啊！又是一条大鱼，给力！我刚才把鱼杀了之后，这帮海鸥就来了，把我的钓点给占了。走吧，现在把它切成两个大肉片，36厘米。薄如蝉翼。威士忌，尝一尝。成品，两条鱼做了20多个鱼丸，可以煮，可以炸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